么重啊？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必达生物近日宣布，该公司在记忆数据化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，该技术的突破将为实现脑机接口技术提供重要支撑。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一定不能走漏任何风声。车祸痕迹已经全部清理干净，系统确认没有目击者。对，把这层楼也封锁了，除我之外谁都不能进来，密码每三个小时换一次。可能是上厕所没带纸被困住了，罗老师，我们去救他一下。你的儿子在我手里，准备赎金吧。大意了。哎，高明，咱们打球去吧，别听这个演讲了，没意思。哎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又是那三个人是吧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报仇啊！就别再惹麻烦了，到时候把老师招来就不好了。况且他们是尖子班的学生。尖子班的学生怎么了？尖子班就能欺负咱们是吧？啊，高文明，你得支棱起来，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呀？咱们还是不是好朋友了？是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找他们去。哎，江宇，江宇，怕什么？找他们去。别，江宇，江宇，有我在呢啊，走，江宇。哎，刚才那盆水浇的可太结实了，露露吗？哎呦，给忘了。
你俩啥都能忘呢？哎呀，没事，咱下次再录呗，一样。盯着他们啊，等我回来。别怕，很快就回来。文明，怎么在这儿呢？等我们呢？狗偷袭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文明，哪儿啊？那个，今天这事儿，小潘要是问起来，你打算怎么说呀？不说。上当。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压轴嘉宾，必达生物。陈必达总裁为我们演讲，大家热烈欢迎。他们决定自己开会。你是说他们自己要开股东会？对，内容是商讨如何度过目前公司的商业危机。说重点。目前没有结果回传。根据系统分析，董事会特意绕口，出国复轨的可能性为98%。外头下雨了，陈总，那要不演讲取消吧？不用了，来都来了，抓紧时间吧。啊，把麦克风给我。有请必达生物总裁陈必达先生为大家带来精彩演讲。怎么回事啊？小事情都已经搞定了。就在刚才发生那点小小的意外，而这个小小的意外正如我对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愿景一般，一盆小小的冷水虽然能够浇湿我的头发，但永远不会浇灭天才的创造热情。干什么？不让你在门口看着吗？我刚才没看见你们，就先回来。不过也好，幸亏你不在。你要是在，你肯定被抓住。必达生物成立了10年，而这十年为什么？你干嘛去了？刚才我刚不是拎桶水吗？教错人了，教了一倒霉大叔，笑死我了。那个大叔长什么样子呀？没看清啊，就穿一黑西装，大叔不都长一个样吗？黑西装，
是因为本人一直秉持着这个理念，而这个理念便是紫色领带，是天才的头脑，金丝眼睛，推动了这个世界的发展，好像是吧？哎，你看着了啊？是不是可惨了，被教的啊，笑坏我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些真正关于科学的话题。有哪位同学知道人工智能的起源？我先走了啊，那个有事儿你就跟老师说，我拉肚子。哎，你又干什么去啊？我上厕所了，上，快快快，这个快上。哎，你，对。熊猫，抓住那只熊猫！抓住那只熊猫！又是你江宇啊！平时淘气一点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今天先不说这破坏公务的事情，就人家陈总，那是科研精英，好不容易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你们来演讲啊！你们干什么都，把人家整成什么样子？奸商嘛，什么科研精英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毕达，真是对不起啊！哎呀，这熊孩子啊，不管任何年代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有创意多了。对，闯祸的创意。大人把规矩一框，孩子们的创新性就容易被扼杀。先别急着给他们设限嘛。现在的孩子很有意思的，以后有机会。你回来体验几天高中生活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不回来了。好老师啊，好校长，我还有事情，先走一步。行，你忙你的。好，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替孩子们谢谢你对创意大赛的支持。哎呀，客气了，回头见。行，再见。我现在算整明白了啊，对你们仁慈就是对我自己残忍。我要是今天不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悔，就对不起你们教我些老师。潘主任，都是自己学校的学生，有话好好说。校长，高文明，你说说看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！对呀，这主任校长都在呢，你就把你挨欺负的事说出来啊！哎呦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大声一点儿！校长，没有人欺负我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呀，高文明啊？你不是被他们仨欺负，你说出来啊？你怎么不敢说？江宇。你干什么的？这里是学校，是校长办公室，由不得你威胁同学。我威胁你了吗，高明？没有。他其实是想帮助他。江宇，你帮助同学，你也讲点方式方法嘛。主任，江宇啊，在初中的时候还是个挺优秀的孩子，以前好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还不是自甘堕落？平时调皮捣蛋也就算了，今天带点什么呢？啊，冒犯贵宾。威胁同学，没那么严重。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不过你们俩之间的问题，你们俩自己好好的解决。江宇，你能行吗？我可以，校长。真倒霉啊！如果我有儿子，一定会被活活气死。股东大会已经结束。是吗？对了，那帮伟大的股东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了？董事会通过了收购的决议，一周后将正式启动洽谈。一群鼠目寸光的家伙，伊甸园这个足以改变人类未来的技术，居然为了这些蝇头小利
而要放弃。听着，三天后，我要将伊甸园计划公布于众。伊甸园的功能还在测试阶段，系统计算三天内完成的可能性为1%，建议您推后发布时间。相信我，就三天时间，一个能够将人类与 AI 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技术，一个跨时代的产品，足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都闭嘴。现在要测试的是数据库搜索能力，这个部分是您第一次测试。开始吧。请上传您的生物信息。收到陈必达的生物信息。男，年龄45，B 型血。现在开始测试。发现相似度超过90%的生物数据。初步判断，与样本之间具有父子亲缘。父子亲缘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父亲早就过世了，一定是系统 bug。继续。那马上呢就是父亲节了，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发来了与父亲之间有趣的故事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换台。是伊甸园系统实时推送的系统修复数据。与样本具有父子亲缘关系的概率为100%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歌手周华健，是他于1990年写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的，字里行间都是对孩子深切的。按照人类的礼仪，我似乎是该恭喜您拥有一个孩子。您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吗？他？不会吧。原来有时系统也有 bug 的时候，也会让人产生困扰。您要不要就检测结果深入调查？系统检测全部完毕，数据无误。不用了，明天9点的发布会还是正式为重吧。江该英，你还是把那个孩子的资料给我调出来。我担心啊，别有用心的人会拿住把柄，到那个时候，公司的股票肯定会出问题。先做好防范。别动了，来。玉莹，哎，同学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他晕倒了，我带他去医务室。哎，
我陪你去医务室吧，这样的话我能逃解早自习。嘿嘿。哎，难不难受？要不要下来？哎，泼水那事儿吧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先给你道个歉。不过你别在小潘那儿让我吃瘪了吧，所以这事儿咱们算扯平了，翻篇了，行吧？你没事吧？不难受吧？啊？哎，行，说白了是不是干净啊？好嘞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这边，完了，我检查还没醒，快走！你们俩给我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潘主任，早。少嬉皮笑脸。检查呢？我。还有你啊，你这什么造型？你干什么？我扣你三！哎，潘主任，他刚才摔倒了，那个估计摔懵了，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才懵了吧？我没摔倒。镜子也没赔，检讨没写。江宇，停停停！停！干嘛你？你能不能消停一点？啊，保护我脆弱的小心脏，行吗？行。来干什么？我把他叫回来了，主任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嗓子怎么了？什么？现在时间7:30，同学们抓紧时间进教室。7:30，都怎么上课了？该上课了。发布会。你有病啊你！疼吗？找揍啊你！哎，你现在出息，你敢打我了，高文明啊？都是及时反应，我可能是做梦。昨天晚上最后的记忆是车祸，如果不是做梦，那这一切很可能是昏迷状态中潜意识的反应，抽离潜意识虚脱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有请我们的压轴嘉宾陈必达总裁。是天才的头脑推动了这个世界的发展，足以让世界上所有人。我是陈必达，我是陈必达，陈必达。你发什么疯呢，高文明啊？干嘛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有烟吗？高文明啊，上次他泼水，今天你跳水啊？你们把学校当成水上游乐园？没有，主任，那个意外。高文明，高文明，来，查看一个。你能不能想象出一种从没见过的颜色？没见过怎么想象？对，梦也好，潜意识也罢，人下意识只会认定眼睛见过的颜色。但被老师教训这种事儿，我可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所以呢？所以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。你在梦里哪分得清什么真的假的呀？啊，
你一定是前两天复习太累了。潘主任，我们班今天上午有那个英语考试，这都快八点了，要赶不上听力了。几点？快八点了。八点。哎，高明。你，叫你呢。送我去会展中心，我要去参加发布会，没我不行啊。会展中心，发布会。但我是不是还得给您安排辆车啊？尽快，快点啊！先把姓名考号写。先写好。我的妈呀！别都给我呀！答题学生怎么就没想着怎么逃学呢？ But what would a more disciplinary assessment look like? I think a more disciplinary assessment would seek to find out whether students are interpreting such information. 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走！快走快走！前面左转。高文明、江宇，你们俩给我出来。
其他同学继续。大家继续答题。我错了。认错倒挺快，那是。要是认错还有用的话，还要我这主任干什么？是是，您说的对。作弊，啊？先不说之前泼水恶作剧那些事情。光作弊这一条，我就饶不了你们。好好给我反省反省，要不然谁都不许走。主任，我虽然是给他传答案了，但是那个答案是我自己写的，我没抄别人的，也没抄书。您不是总说同学们应该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吗？我这是……你，给我下来。共同进步啊！就你们俩这成绩，谁信呢？主任，您这话说的就有失公正了。正是因为我们的成绩一般，所以才要共同探讨、共同进步嘛。还强词夺理，非要我把你妈叫到学校来，是不是？别啊，主任，那个不至于，没多大事。废话真多。你说谁呢？我这。写检查，请家长，扣分罚款，吊销证件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我这着急呢。算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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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任，我这突然得去解决一下人生大事了啊。哎呀，主任，吃坏了好像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快去外回啊。哎呀。哎，你这会儿挺像在找厕所尿急呢，你刚才怎么不这么演？你找什么呢？哎，你刚才确实惊着我了啊，第一次见你怼人。哎，你这一摔倒是不是触发什么机关要变身了？别碰我。我问你，这个学校里边是不是有个楼梯间，它边上的墙上有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的照片？啊？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。哎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整挺好啊。嚯！这怎么还有个天台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事情还多着呢。你知道这么好的地方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太不够意思了啊！哎，哎，这地儿好啊，这适合做一个天文台，没准啊能看见 UFO 呢。天文台 UFO， 物理学明白了吗？哎，这地方好啊，视野开阔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呢，郭明？你疯了？哎，这，哎，这原来底下有个平房，那平房呢？你快下来！你干嘛呢你？下来，郭明。你别想不开啊！别动！这之前不是有个平台吗？哎，疯了！你受什么刺激了？还有啊，这都倒是清楚。然后这个地方坏了。主任，你看，哎，谁呀？那个同学，快走！哎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哎，别动啊！别动！注意安全！
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站这边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，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你走，主任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在路上啊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我。要不我帮你抓，你歇会儿，走开！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站住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慢一点！别吹了，别吹了！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哎，都慢一点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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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排好，都排好啊！都站好了，来来来，往前站，来来，都往前站。没看到楼上那两人吗？十五班还有俩人呢。刚太乱了，没看到啊。这，吓死我了！十五班的人呢？哎，主任，你找我？怎么就你一人呢？高文明啊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是消防演习还是真着火了？要不要我帮忙？高文明呢？高文明，高文明刚才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身份证呢？没带。没带不能进。哎，我没带又不是没有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我成年了。不是，我真有重要的事。哎哎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我就用三分钟，你要耽误我这三分钟，我跟你讲，你负不起这责任。要不要我打电话问问你们潘主任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我不上。逃学？你的面刚泡上水啊。甘云，快派车来接我，我在艾斯通了吧，快。身份识别错误，检测到非法入侵，即将启动紧急备案。后台安全口令，采取系统启动后台识别系统。系统将以陈必达先生的偏好为标准，判断您的答案是否正确，冒险还是保守。冒险。人工智能还是虚拟？人工智能。家庭是港湾还是束缚？哎，束缚。谢顶还是发福？啊？哪个更可怕？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东西都不可能在我身上出现。后台指令识别成功。主任，您为什么非要强制突破系统？就别问那么多了，我手机坏了，赶紧派车来接我，我要去发布会。因为您昨晚的车祸，发布会已经取消了。什么？不能取消啊！你谁啊？我借用一下你的电脑。什么借我电脑？你别忍了，借我借用一下，我就用一下。我关着游戏呢，啊，我关着游戏呢。哎，快来救！快来救！哎，快开着车来救！
这也算得上是玉姐姐最新的发现了。找到交换的原因了吗？目前没有。那昏迷的原因呢？脑部受损，导致您的身体陷入某种原因不明的沉睡状态。脑部受损。必须要先让身体醒过来，否则记忆会跟随着身体一起沉睡的。您说的跟系统计算结果一致，概率为100%。当务之急就是赶在并购之前把身体换回来。刚收到消息，谈判会在1个月后开始。1个月。正在为您搜索医学治疗方案。未搜索到治疗方案。你不是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医学数据库吗？医生能做到的你都能做到，医生做不到的你还能做到，为什么会失败？也不是完全失败。我利用伊甸园技术尝试过将自己的记忆输送到您的身体内，但并未成功。我推测是因为您大脑的低活跃度造成的，因此需要基因接近的人作为桥梁，为您的肉体和记忆搭建出一个传送通道。基因接近。可以，你不是说我有个儿子吗？把他资料给我，马上为您查找。姓名陈安，性别男，年龄17岁，育英中学高2一班。您必须找到陈安，为您搭建传送通道，才能换回身体和记忆。否则，您的身体将永远困在这里。记住，1个月内。没事吧？冤家路窄。想看清时间转过身，来借我一段温柔的旅程。故事在起点刚迈出脚印，你未经沧桑对梦很虔诚，念念不忘会有感应，你穿越人海口向心门，结伴去守候这日落月升，专属的回忆如今欢迎我的青春，这里香暖为你而纯净，从今笑泪一起见证，将爱打磨变成图腾。欢迎光临我的人生，承蒙关照能比肩前行，虽然明天无法确定，彼此交汇足够欢迎光临我的青春，这里香暖为你而纯净，从今笑泪一起虔诚，将爱打
尽孝累，一起坚守，将来大漠奔腾途口，欢迎光临我的人生，承蒙关照能比肩前行，虽然明天无法确定，彼此交汇足够荣幸，成长路上有你，就算是馈赠。